能原谅，原谅一下他们。哎，孩子都睡了，你们都走吧。我们家小孩睡了，真的已经很晚了，很晚了。我们不接受，所以阿姨你也别说了，我们不接受，所以你们也不要再来。孩子也是好朋友。阿姨，真的，阿姨你起来吧，你们回去吧，阿姨。而且现在网上面还有好多人来骂我们，知道吗？说我们家小孩智力有问题，还在各种黑我们，知道吧？所以我。